们优秀的公司，来一点吧。你们改变的其实不是那一个人的命运，改变的是那一个人背后的那一家人的那个命运。大家都有具备这个能力，可以去改变别人的这个生活还有命运。我刚才have a very loud whistle blow now。在看到很多同事拿到那些 award 的时候，也轻易的就是实现到，其实月入过万不是梦。只要你在娜娜这个平台呢，你有努力付出呢，公司都会给你一定的肯定。其实有 provide 一些 training programs， 然后也有 conduct 一些quite fun activities， 所以会让我从中更容易学到一些新的知识。我认识到沟通原来是一个很有艺术的一个东西。到底什么是沟通？很健康。我非常鼓励，就是那一些想要有第二份收入，或者是讲说想要有无限收入的人，欢迎你们加入娜娜，因为娜娜真的是一个很有前景的一个工作机会。娜娜也有很 freedom 的时间，可以做你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。另一方面，你们也可以赚到你们想要赚的钱。我们公司有最完善的 system， 跟很多乐于助人的同事去帮忙。只要你肯做，这里一定有机会给你去发挥。娜娜会给你不一样的收获，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，不要错过这个机会。Nala Groups. Everyone deserves better opportunities.